天涯地角，你还活着，没有穷时为何穷尽，爱不过这相思，霜融成丝，花开谢时，为我红尘遮掩丝，谁送我寒冬落魄，春暖风生时，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不敢。我听说你和于子涵双双归隐山林，我以为你相信那种传言。所以没来找我。是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是很会纠缠不休，不会善罢甘休吗？因为我的执念曾经伤害过你，所以我不敢再找你。公子也有不敢的事情。对，只有对你才会这样。百年前我想与你相守，而你却被我害死。这次我只想保你一世平安，可是还是让你身陷险处，我不敢再去找你。我不怕。谁送我寒冬落魄，春暖风生时，谢谢你来寻我。看来这次非娶你不可了。爱是指尖上月的字。那天我料定自己是要命归黄泉，未曾想竟然回到了石门。暗河心法，他不是早在百年前就自废了暗河内力了吗？师祖，掌门人他还能活吗？生死由命，皆看造化。此一番他再入凡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重新练了暗河心法，这一次是他造化了自己。寒咒是天下制毒，无解。暗河心法是天下制邪，是他救了自己。师祖，您是说掌门人他有救了？未必有如此简单。这是我们缥缈派幻化出来的阵子，只有有缘人才可以闯进来。那我算有缘人吗？你说呢？当然算了。你干嘛？洞房啊。才刚见面就洞房？是啊，婚书都收了。
银雪呢？公子，去采草药了呀。采草药？是啊，公子在此处就是靠采草药为生。哦。给，还热着呢，快吃吧。奇怪了，街上都没人，你这饼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我就挑拣新鲜的，拿出镇子去卖。嗯。为什么要将这个镇子换化？这个不太清楚。不清楚？这不是你们缥缈派的幻化术吗？你怎么会不清楚？哦，对了，我还要出镇子去卖烧饼，我先走了。奇怪，哎，好香！回来了啊，饿吗？饿。我给你煮了饭。哇，别站着呀，快拿过去，快！哦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啊，哇，快尝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香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觉得这个镇子怪怪的，我们一定要住在这儿吗？吃，吃啊。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出去采草药啊？你出去的一天，也没见你采多少啊。那是因为你相公我太能干了，早就把前后几座山给挖干净了，自然要去更远的地方了。太辛苦了。我喜欢。你喜欢什么呀？喜欢吃苦啊？喜欢养家糊口，喜欢让你过上舒心不被追杀的日子。被追杀？被谁追杀啊？有人在追杀我们吗？乖乖待在这儿，不要出来哦。银雪，你以为暗河宫是你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我银雪打从出世开始，便从未怕过些什么。那日，我可以叛出缥缈派；今日，我自然可以抛下暗河宫。暗河宫弟子从未有离开的说法，就算死也要死在暗河宫。暗河宫从未出过什么男人，你们是谁？为何对我们穷追不舍？哼，自然是来杀你这个魔头。像你这种魔头，屋里人人得而诛之。
纵然我是魔头，当年如果没有他，你们早死了。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对你们的救命恩人吗？和魔头在一起的就是妖女，她也得死。快走！是我欠的，为什么是你来受这个罪，哥？
他们一定会救你。可是你已经叛出师门，怎可再回去？师父以前最疼爱我，只要我求他，他什么都愿意帮。你放心，他们会救你。教徒银雪回来了。当日你叛出师门，堕入魔道，可想到有一日还是要回来。师父，求您，徒儿求您一定要救活他。银雪愿在缥缈之巅长跪十年，只求师父您能救活他。他留话给你，望你离开魔道，重修缥缈仙道。师父，请让银雪重回师门。你决定了？是。你在暗河宫多年，要想重修仙道，只有经过100年的严寒，才能使冰成为你的骨，血成为你的肉。而如今要重回我派，势必要先废掉你的一身功力，这痛楚只怕你承受不住啊。即使你入了仙道，只怕也是无法左右天命啊。我可以再见到他。缥缈仙道无情无欲，你执念于他，日后要遭天谴。愿意。
银雪，我还活着，银雪，我还活着，银雪。银雪，师父，你险些一念成魔呀！师父救了我。不，是那位山下的女子救了你。你困在暗河心法九重幻境里走不出来，我让人请她进了幻境。是歌儿，歌儿救我出来。可以下山了，师父，您的意思是？身为缥缈弟子，善学暗河心法，本派再也容不下你了。可是师父，这群弟子如此年幼，您又已年迈，叫我如何走？暗河宫覆灭，缥缈派在百年内再也不会有敌手了。放心去吧。恭祝掌门人。银雪，叩别恩师。大小姐，红松，夫人赶在香包吧？我是在平安镇吗？是，大小姐在赶来平安镇的路上，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在附近寻了许久，昨日碰到黄嫂，才知道你在她家昏睡了数日。我怕大小姐是中了什么邪术，才不敢离开。守到今日，总算等到你醒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很长很长的梦，梦
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黄侍卫，王爷有吩咐。是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品花楼大老板云游而归，张榜天下，恭候有缘人。你说什么？品花楼大老板？是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有，大小姐。哎，凤凰姑娘，不是说开业吗？都三日了，怎么还不开门迎客？是啊，说话不算数啊。各路好汉，我们大老板恭候的是有缘人，有缘人不到，暂不接待。各位请回吧。这等什么有缘人？哎呀，走了，走了。你总算来了，凤凰姑娘。是他吗？当然，除了他，还有谁会是品花楼的老板？快进去吧，他在等你。我怕这又是假的，我怕又是我在做梦。若是美梦，长眠不醒又如何？是吗？千万不要。怎么，我一个大活人哪里是梦了？果然是你，都猜出来我在想什么。谢谢你来寻我。这句话，你曾对我说过。银雪，别动，我刚醒来没多久，内伤未愈。你笑什么？现在不怀疑我是假的了。假的我也认了。这两年，我从未在梦里见到过你。哭太多次了，我要笑。
你知道吗？原来我身上的寒咒与暗河心法相克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解了寒咒。可是，我也就此走入暗河心法的魔障之中，走不出来。幸好，师父他老人家想到你，他猜到你能带我出来。若是你没来找我，恐怕我终其一生都要困在那百年的记忆里面，无法脱身了。那我看到的，除了引你入幻境那也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我们拥有的过去。这个梦你重复了多少次？记不清了。每次都看到我死，既救不了我，又不能解脱。并不想解脱。对我而言，能够再次见到你，已经是上苍的厚待。哪怕是日日都会受折磨，你也心甘情愿。对，心甘情愿。渐渐变了眉头的霜花，写沧桑，为报思念的马。我列入阁下你历史，从今日起，你想要见到我，不必再受任何折磨，日日都可见到。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，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。写月的今夜我要选的人就是他。写风沙，先睡了。吹成棉花，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。心酸心酸，又不是非要圆满。来年秋风暖，笑看红叶转，深情只好浅谈。如果你真的忘了，那我们就重新认识。还真像他以前。你是说我像你以前爱过的人吗？你就是他。我写的婚书，许的婚约，都是为了你，只好先谈。若
回头看，梨花一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。若遗憾，遗憾；若心酸，心酸。怎成诗？